这不是我，是根本就是我。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，确实不是我本人的样子。哦，是吗？我操！算了，分尸了，菜！你不剪出来就不了。朱哥先生跟我想的差太远了。那个时刻也嘲笑了一下自己。杨洋在饭路上摔跤，杨洋被粉丝挤出框，杨洋广告牌被绑在柱子上，杨洋和姜明打在嘴身。你当时的内心 OS 是什么？卡掉。那杨洋会不会我听到的？他想把我炸死。你俩从来不会这样的。杨洋把我像保护色的一切。杨洋，你是这样很乖的。我平时不是那个样子的，那天就出现了那样的一个惨状，被大家记录了下来，就当一个笑话看一看吧。还有你想解释的？怎么解释？人证物证全在那儿，我就在那儿，我这个姓吧，马上就要三十了耶！我才二十出头，心理年龄嘛，五岁。你们笑得好开心啊！你们笑得好开心啊！出宫吧。